家好，我是吕代卫。在今年2020年，我们遇到的是贝多芬的250周年诞辰。那今年在古典音乐台所举办的爱乐人讲堂当中，将由我来主讲贝多芬的九大交响曲完全攻略指南。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贝多芬是古典乐界非常重要的音乐家，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讲堂当中，我将为大家深入的剖析贝多芬的九首交响曲，利用六堂课的时间来慢慢的为大家介绍每一首交响曲的细节以及脉络。我们用地毯式的方式引领大家走进贝多芬的交响曲世界，也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加的喜爱贝多芬。那也在今年的八月，诚挚的邀请大家一起来到台中国家歌剧院来上我们的爱乐人讲堂。